發布於各類參賽學校啦，諮詢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而家先請正方主辯發言，有四分鐘嘅發言時間，有請司法嘅陳詞。主席，全部全國委大家好。一近年，全港各區公園不斷出現大型嘅噪音製造者，並且每年都會有抗音器材伴奏。根據香港人的繼續顯示，在最好的100米以外仍然得到100分的聲音，而且問題嚴重地滋擾鄰近的居民。但是在現行的法例下，執法人員的執法能力有限，難免檢控成功。因此，今日辯題必然無心。今日辯題中所提到的修例，是指在現有法律基礎上進行修改。而所問題的定義，則根據荷蘭著名的提案《The Spiegel》報告指出，在離線環境當中，聲量達80分或以上，並且對其他人造影響即為噪音。而區公園定義即為以規例作為監管。而我方嘅修例係根據《環境保護署入面嘅相關條例》《相關者條例》第4及5條，當中嘅公眾地方應確保電影院康樂場所。另外，要去更改檢控嘅手段，喺每一個公園設置多個嘅聲音探測器，並且再多設置警告牌，警告公園嘅使用者。他們的聲量不得超過80分貝，否則就會面臨檢控。如果公園的使用者的聲音在15分鐘內累積3分鐘超過80分貝的聲音，就會立即由執法人員提出檢控，並且罰1500元。其後每超過5分貝，罰款則提高1倍，並且將最高刑罰額提高10倍。要衡量今日辯題應該成立，就睇下修例係咪可以有效咁咧填補現有法律漏洞。以及係咪可以最有效咁推動噪音問題？而我方暫時辯題於人兩大原因：第一，提升法律嘅阻嚇力。根據明報以及香港人的調查顯示，現時公園造成噪問題嘅人士，佢哋每日接近4000至6000蚊嘅收入。但根據康文署嘅有償規例，檢控噪音之外人士將被罰款300至1500蚊不等。就連民建聯嘅劉國勳亦表示，現時最高罰款是不夠阻嚇力，可見即使造成傷害嘅人數未檢控，他們所需要付出金錢成本亦真以少，阻嚇力亦非常低。因此在修例過後，將大幅咁樣提高最高刑罰額以及每次罰款嘅金額。相比現時嘅法例，修例之後可以令到罰款遠超於佢哋每一次暫時嘅金錢，有助增加整個法律嘅阻嚇力，有助規管噪音。第二，填補法律漏洞。根據康文署嘅遊樂場地規例，要成功檢控製造傷害人士，就必須要有人證上作證。但大多數市民因為手頭程序繁複而唔願意咁樣做，導致現代執法人員提出檢控亦都極難成功。因此喺修例過後，會喺每個公園放置聲音測量器，以及立法之後就會立即由執法人員提出檢控，不需要人證上作證。可以。在修例當中，有助填補法律當中的執法人員檢控能力高的情況，但是鞏固法律對於製造傷害人士的監管，填補法律當中的漏洞，有助規管噪音問題。最後，我想問問有關同學，相比修改法律，有咩反方案可以對於製造噪音的人士帶來更大的阻嚇力呢？得學位。難以去論證修訂法例是最有效的規管方法。
我方今日反對辯題，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現時法例賦權充足，問題成因並非源自法例不全。其實我哋睇翻香港法例第132章《公共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09條寫明，康文署是有權為管轄的公園訂立規則，並且是由第111條賦予俾公園的管理人員，可以將任何違反規則的人遞告。在2005年11月至到2006年的1月，康文署就曾經實施公園一律禁止使用揚聲器的試驗計劃，但咧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就指出，當時的職員就只會對滋擾者作出勸喻的工作，所以措施才至未能奏效，3個月內的投訴數字才至急升去到400多宗。於是康文署、環保署不同警方在同年的2月聯手執法，引用噪音管制條例第5條，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在公眾地方使用揚聲器發出噪音令人煩擾，即屬違法。而行動中引用現有的法例，成功對一眾滋擾的常客作出檢控和驅趕，令到投訴數字顯著咁樣減少。而事實上，不單止警方可以根據現行的法例去打擊公園噪音的問題，因為根據香港法例第132BC章《遊樂場地規例》第32條，已經賦權了俾公園的管理人可以將違反規例的人逐出公園。由此可見，其實現有的法例已經充足地去賦權給警方，甚至是公園的執法人員去規管噪音的問題。反問有方，當問題最大的成因並不是出自於法例身上，那修例又如何成為最有效的方法呢？第二，監管不力才是根因，加強執法才是最有效。我們看回現行法例沒有問題，那為何公園噪音的問題由2003年到現在毫無改善，不得止仲會加強呢？原因就是在於康文署監管不力，前線管理人員未曾盡責，執行力弱，就連屯門區區議員譚俊賢，雖然他都大力支持修例，但是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都說近年很多居民都覺得投訴都費事。為什麼？就是因為職員每一次收到投訴都只是回覆勸了的了，細聲了的了，他都批評署方根本就沒有這個執法的意志。由此可見，其實修例即使有效，但是就不等於最能針對問題作出規管。當問題出自於署方執法不力之上，就只會大大打擊修例的阻嚇性。由此可見，完善的法例即使有效，但是關鍵始於是執法不力，所以執行法例並不能夠稱得上最有效的方法。最後想問有方，修改法例可不可以令到公園的管理員由不執法變到去勤力地去執法呢？多謝各位。有方同學，你知唔知有幾多個人俾人定罪？我唔知啊。係兩宗俾人定罪，有方同學，咁你知唔知兩宗俾人定罪？
千蚊啦。咁小朋友可能認為而家佢一日賺2000蚊嘅時候，賺一次1200蚊，點樣可以就坐下咧？我方正係覺得如果你連執法都做唔到嘅話，你又點樣去做到再去罰錢啊，再去上庭審？即係有方同學都講唔落去啦。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冇揾資料，而家連現貨都唔清楚。今日點樣我方可以今日辯題咧？所以有方同學啦，依家你認為啦，而家呢個執法時間咁低嘅時候，咁有方同學方案點樣可以做到如果可以確保到你嗰啲可以加強監管咧？所以係加強執法，加強。第四章第四。
候，一問三不知，今時候冇揾到資料，同埋而且今時候冇搞清楚我哋而家要修改條例，究竟係噪音管制條例，定抑或係呢個遊樂場地規例 B.C. 章？咁我今時候冇聽到我方講嘢，就連主辯都無視咗我方嘅發言，完全冇將我哋嘅方案完全冇聽清楚我哋嘅方案，冇將我哋冇聽清楚我哋方案擁有嘅嗰啲利處。在座各位要有效咁討論辯題，就必須要了解現況。咁我哋見到係喺現實法律框架之下，正如我方主辯所講，雖然喺理論上有法例可以處理問題，但實質上根本不可行。單論呢個重災區嘅屯門公園，喺近呢三年投訴個案成功執法嘅比率不足1%，近900宗投訴個案有899宗嘅個案，因為市民唔願意做證啊，所以失敗不了了之。我驚法律漏洞之下，真係上有一定嘅困難。要望方正正就提出修例可以彌補現時嘅不足，漏洞借此借法律效力之大，提升對重製造、中製造阻嚇之用。咁望方提出嘅修例方案，根本可以解決咗觀眾今日所擔心嘅問題，亦都擁有極具效用力啊性嘅法律效力，既提升阻嚇力，亦都填補呢個執法漏洞。方案可以針對有觀眾今日所講嘅針對現況，先有觀眾一副眼出嚟解釋有啲咩方案同你又可以反對呢個條例最有效嘅方案咧，都是我哋。有愛北區議員都表明，市民今日要今日
即係唔係想回應翻可能一條啱啱嗰條問題，其實我而家用方便機作為客觀信息，因此唔需要任何嘅決定。點解我哋可以檢控佢哋？任何權力可能攞翻，其實執法人員係需要得到處長嘅同意，先可以對呢啲搶救者啲搶救者去檢控。而且如果呢啲執法人員只可以將佢逐出公園，到佢進行驅逐下，有何阻嚇力嘅可能度？而且可能你都同定修例，亦都但係你覺得覺得唔係最有效嘅方法。我方面都係我方案嘅底下係可以對呢方對呢、這個搶救者嘅問題造成根治，所以我方案先係最可以解決到根本性嘅方案。今日有方案根本就冇辦法解決根本性嘅問題。依家有粒糖有螞蟻行過嚟，有方只係攞開佢哋，但佢唔攞開粒糖，點解有分行？因為縱觀全場嘅分行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在於，你哋有分行淨係覺得而家純粹係因為而家供應出現問題嚴重，只不過因為現時嘅執法力度不足。所以當有分行承認修例係有效㗎，因為正正見到現時前線執法員，例如公園管理員等公民組織員等執法力度不足，所以先要通過修例令市民可以報警處理。加上警方又分配幾個客觀準則作為呢個衡量標準，作成正正可以提升條例執法力度，更加有助於規管噪音。收好接近尾數嘅尾聲，就等我同大家講下點解我方要堅持修例，而用其他方法去解決噪音問題。原因在於現時嘅條例係失敗嘅。就康文署俾出數據嚟睇，過去三年有859宗個案，而當中接受處理嘅只有10%嘅個案，都見到係執法員對處理個案嘅不力，條例得到成效低，規例存在係失敗嘅。去到睇翻當中接受處理個案當中，佢被檢控個案數目只有3宗，原因好簡單，就因為根本冇人願意出庭作證，而冇規中所必須要嘅遊樂場地使用者。根本冇辦法對搶救者進行檢控，條例檢控機制一樣失敗。最重要一點在於，點解過去三年遊樂場地區係只有2宗可以被檢控個案呢？完完全全係由於現時條例中嘅罰則只有區區300至1500嘅罰款。我方明白呢個只係小數目，而對廣場中獻唱大媽嚟講，1500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因為呢一日可以賺到4000至6000元嘅打賞，而當罰則對搶救者並冇阻嚇力，即使檢控唔成功，亦都對佢哋冇影響嘅時候，遊樂場地規例就成真正意義上嘅擺設，可見呢條條例完完全全係失敗嘅。正正因為我見到呢條例嘅成效不彰，最先需要對搶救者條例修例，令噪音管制條例涵蓋範圍更大，保障受滋擾嘅人們有檢控權利。多謝各位。因此咧，佢就會加啲罰則啊，嚟提高咗嚇性。
堂學成證件，因為阻嚇力低，並且因為冇人證件而令到大學嘅案件係不了了之嘅咧？前線人員執法不以及前線人員權力不足呢個係唔係導致好多投訴不了了之嘅事啊？我想問翻有方喺你認知嘅眼中，究竟警察可唔可以入公園執法？喺我方眼中，警察當然可以入公園執法啦。因為我而家有方隊嘅客觀標準，呢個客觀準則令到佢哋有權力可以入公園執法。我想問翻有方，喺現行嘅法例，警察已經可以足夠夠權力入去公園度執法，而你所講嘅分隊結構。唔好意思，你方同學，其實你有聽講個方案啦。我哋會喺分配機一分半鐘之內就會去附近嘅高，令啲警察可以執法。因為方同學嘅方案裏面，你加強咗呢啲人員都好，但係你係咪可以即時話俾啲警察咧，叫佢哋執法？呢個分配機根本就唔係收人，唔需要經過立法會三讀嘅，只要修改公園常規就可以用嘅。錯啦，我哋分配機其實只係一個一個客觀準則，佢只係需要需要令佢喺代表性嘅一樣嘢，佢就係需要令呢樣呢個警察有足夠執法權力去執法。咩係客觀準則啊？今日你係我哋接納辯題，修例係仲有合規管公園保險嘅問題，但你所講嘅方案唔係修例喎。你方案點解我哋唔係修例啊？我哋而家仲賦予咗呢一啲嘅人員可以直接去執法，可以直接問佢哋，竟然話要上庭作證，再要去揾人證啊！咁你講咗現時已經有法俾你執啦嘛，咁你修條例即係同現時冇分別啦。咁有同學，你而家呢條法例可唔可以直接執法罰佢哋錢啊？有方同學，你點解覺依家違例泊車嗰啲係可以直接執法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依家係一個事實，嗰個事實係冇得拗啊嘛。但係依家只要係點啊？只要係一個比較上係主觀嘅一個嘅感覺，佢係一樣灰色地帶噶嘛。你今日違例泊車，你犯咗就係犯咗，你冇辦法係有用為。咁有方又點樣可以覺得有咩法理基礎係法理觀點同我哋講話要將個罰款乘十倍咧？有方同學今日一直喺擔憂緊嘅依家呢個資料問題冇得到一個客觀標準啊！喂，今日我方先講完，方貝基再一個客觀標準可以再一個量度佢哋方貝嘅時候，咁有方同學係唔需，我哋唔需要任何人證，你都可以舒緩到一方面想問嘅多方面嘅時候，即係可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而家呢我哋呢個方案唔可以咧？依家我哋四草根管制條例第400章第五條已經賦予咗警方去公園度執法，咁點解我哋可以同有方可以唔係擺咗草根管制入去？但呢一個唔係修例嚟喎。有位同學，咁你可以你同我講事實嗎？我而家同你講事實，900宗啊，898宗，因為冇人證而不了了之啦。點解而家有呢個執法權力？結果係點咧？我想問究竟你嗰個數字係點得出嚟嘅咧？邊一度寫住嗰啲全部，其餘嗰啲全部都係因為冇人證而檢控成功咧？係根據律政司嘅報告指出，只有898宗嘅案件入面，就只有大概90宗係有處理到，而其餘嗰啲全部不了了之。有方同學，咁有方同學認為啲現行嘅法律點樣可以保障到其他市民咧？不了了之係咪等於冇證人處理？我啱已經講過啦，係因為冇證人處理而不了了之嘅。有方同學點樣收尾之後，就突然間會有啲證人出嚟去證明到你？因為我哋而家收完嘅之後唔需要證人啊！有方同學，點解你嗰個80分貝就等於噪音等於滋擾咧？因為荷蘭呢個學術研究，Elsevier 有講過，因為喺寧靜環境之下超過80分貝係會係屬於一種噪音嘅問題。如果有方同學呢個問題有記載嘅，其實講到底，因為有方同學自己都知道現行嘅法例其實保障唔到，即係因為有方同學執意要反對我方嘅修例啊！我方其實我都話現行嘅法律保障唔到啊！我哋而家係覺得現行嘅法律保障到，但係執法人員不足先搞到今日嘅問題發生喎。問題就係執法人員而家根本就冇辦法去對一啲人做出檢控咯，因為你需要一啲證人出嚟嘛。但係我方案裏邊根本就唔需要一啲證人，而係直接用分類機作為呢個量度標準直接檢控，同埋比有方案更加有效咧。
實每一日都要檢查。在座各位大家好，嗱，我哋睇到咧今日有翻咗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罰款提高罰款提高最高罰款額提高十倍，但問題就係而家法官都判唔到現時嘅最高罰款額，你提高咗十倍又點啊？法官依然覺得你嘅罪行係值嗰個數字就係嗰個數字，你提高咗十倍都係提高唔到阻力噶嘛。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有方就話咧放呢個聲音嘅探測器去測量分貝，第一呢個根本就係修例，第二咧現時我哋見到屯門公園六七檔嘅噪音喺呢度，但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準確量度到每一檔嘅噪音先？跟住咧，有方就話警察唔可以執法，跟住就點點點。但其實咧，原來現時嘅法例已經包含咗，我方過咗成場，有方都唔聽。跟住之後咧，有方咧就話，又話咧呢個執法人員又要處長去，又要處長去做一啲又要批准。但係問題就係現時法例根本冇講過啊嘛，喂呢個係唔係？就好似大眾覺得今日大媽唱歌跳舞
嘅根源，之後再落對症下藥，然後好似有方咁有理冇理都覺得係法律嘅不足。唔知大家知唔知今日屯門公園有一個叫做光復屯門公園嘅遊行，目的就係為咗令到政府正視公園噪音問題。而呢一次遊行嘅發起人毛坤泰都表示，公園使用者應該要遵守遊樂場地規例，以公園管理員對於唔守規矩嘅人執法。現時嘅問題係康文署完全執法不彰啊嘛！呢個時候有方竟然好天真咁同我哋講，覺得收法收咗法就一天都過曬。而今日當我哋見到康文署嘅職員執法有法不依嘅時候，究竟我哋好似有方咁將一切問題都訴諸於法例嘅不足，原來真係由源頭入手加強執法，用更直接、徹底嘅方法去解決咧？多謝各位。基於他人嘅痛苦上面，如果今日我哋再唔收禮，再唔去解決呢個
級，開始安撫團員方面嘅行動，將佢更多人性行動會更加升級。因此今日嘅辯題嚟應承啦，多謝各位。
欣賞你哋嗰個法官對佢嘅質詢，即係會唔會罰得太過金？但係如果可以計少少數就好啦，因為我本人係唔識計數，即係或者咁講，如果你唔用第二啲方法去將佢個罰款令到佢好唔合理咧，其實我就唔知有幾唔合理。譬如你講第一級罰款到到第三級罰款，咁你會唔會講話其實而家犯呢啲罪嘅人先會罰第三級罰款嘅咧？好可能係貪污、洗黑錢。佢而家就話：喂喂，佢嘈少少，過咗兩分鐘，你當我洗黑錢咁嚟瞓，咁好大鑊嘅喎，係咪？即係或者即係香港唔知仲有啲咩可以罰到罰到咁啦，比如咁樣，或者你就算分到啲，譬如你都計下幾多錢啦，80分貝開始噪音，每5分貝就加1倍喎，5分貝有陣時你過咗唔覺嘅喎，你知唔知我而家講嘅5分貝？哇！咁就唔咗嘅喎。咁你用乜200啫？咁你計下嗰度自己用，咁即係呢啲地方你可以有空間俾你去寫嘅。跟住到正方，正方回應反方嗰個壓力咧，同樣係少嘅。主編問佢哋，反方話由頭到尾冇嘅，你哋即係嗰個唯一就係加強執法。咁你有冇針對加強執法攞嚟比較咧？你見佢哋個立場後屘去到見面。都好開宗明義同你講，我哋要有規，要有規，即係佢都唔敢否認法律有存在的必要。佢只不過話，不過而家管嗰度好弱啫，所以你規條佢都冇得。咁你咪調翻轉講咯，即係咁管嗰度我冇理佢啊，大家都知唔做啦，即係規嗰度好重要啦。我哋講下法律點樣做，即係應該要有一個推進。譬如你講人情嗰度，不過咧，我覺得有大家對嗰、那個。處理案件的程序有啲混淆，就係嗰個案件上到去不了了之咧，就可以好多原因。咁而你令到佢冇人證幫唔幫到咧，咁亦都明知。最大問題咧就係你哋連埋佢後來嘅阻嚇性一齊嚟傾，就話即係應該冇關係嘛。你問到嗰個人嗰個法例嘅阻嚇性係同嗰個後果嗰個過程有關，咁所以呢啲地方好混為一談。如果你不小心穿咗咧，就會冇咗個重點。其實你嗰個重點應該係前面。你罰到嗰一班人咧，已經係進步咗噶啦。喺我嘅喺即係衡量辯題嚟講，你要規管佢哋啊嘛，你咪要做瓜佢哋啊嘛。咁你捉到佢哋咪得咯。咁而家就即係或者你起碼做到一樣嘢，就係比而家有進步咯。咁你就集中大前，就反而係加。你首先要證明到你係真係拉到上去先，咁你咪描繪下佢點樣拉到上去啦，如果點樣拉人到上去，即係我覺得如果咁樣就會比較，咁你可以將自己嘅方案變成一啲問題，即係問佢而家嘅困局你點樣處理？其實佢講嘅嘢而家全部都有，佢亦都冇一啲新嘢啦，而家就問咁點樣處理咧？咁你既然900多、890多係處理唔到，咁將來你加強個執法，咁你就係有10000宗而佢有9900多宗處理唔到咯。咁有咩意思呢？即係我覺得你要將佢變成一啲問題去問對方。好。最後一樣嘢咧，就係一啲出嚟 present 嘅技巧。第一咧就係、是、如果你出嚟打辯論咧，你就最好兩隻腳嘅。咁如果你個重心喺曬兩隻腳度咧，你就唔會變咗攰腳啦，就會攰㗎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副辯同學出嚟咧，就千祈都係望出邊或者望評判或者望觀眾，就冇望有方同學，因為辯論咧係一個說服人嘅活動，係。咁你說服邊個咧？說服評判或者觀眾啊嘛，你說服唔到佢哋㗎嘛。佢話：疏跟住，我諗阿媽都係自己理虧㗎啦。佢話：你哋嗰度有冇犯過錯啊？唔會咁㗎嘛。咁所以你望住佢咧，佢又尷尬，我又尷尬，我心諗你做乜咧咁樣，所以就少少意見溝通。出一個結論，就係究竟個噪音同埋噪音嘅問題。我唔知道邊同
得係而家罰則阻嚇性唔夠啦，同埋執法者唔做嘢，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做唔到一個公園嘅錯嘅問題。同個如果咁樣嘅理解係咪正確咧？正確。都接近啦，係咪？我諗法方係咪都係咁？即係因為而家執法者唔做嘢，同一時間咧，亦唔能俾啲救助下性，咁所以咧就錯一問題就存在啦。執法主任，執法主任，你就覺得執法主任，然後罰則阻嚇性係比較次要嘅，因為其實而家即使佢可以判到2000蚊，最高刑罰2000蚊，但係都判到最高刑罰嘅。咁呢個就係你哋講緊嘅禁印啦。咁而正方同反方其實開話尺出嚟嘅時候，基本上咧係會。即係觸及到呢個位置，就係要針對嗰個禁印。但係咧，反方咧就好特別，就講話反效果要最低。但係問題係，你把尺開出嚟，開咗三個準則，第一個就係你一切更加能夠解決到問題啦。第二個更加能夠針對性，第三個反效果最低。其實咧，我覺得你可以著重於講第三個反效果最低。而你哋係喺無論係論點又好，定係後場推薦又好，都係好似要觸及到呢個位置。咁變我覺得係比較可惜，即係我真係期望，反而期望。你如果冇咁多啲花我就諗住啦，會話佢會大家話家庭咧咁，但係冇講到嗰個實質嘅實性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資料運用上面啦。我就覺得公辯嘅時候咧，正方你係咁問公園數目有幾多個，檢控數目有幾多宗，上庭數目有幾多宗，同埋定罪有幾多宗，同埋賺幾多錢？你問咗至少1、2、3、4、5條題目啦，最後一條題目係問一次又簡單咗兩次，得問10條。其實問完咧，你問佢哋，其實你真係冇諗住答到。你基本上你即係你特登揾咗啲資料咁出嚟先知咧。如果我差人，我人喺條街度見到你，我問你，我你都唔識答我啦。咁你冇可能 expect 我又知佢又知。咁跟住你話你冇做足夠資料搜集，咁呢個係一個唔 make sense 嘅，即係判佢，即係指控佢嘅方法嚟嘅。咁我覺得即係你可以直接講啦。我而家咧就有42個公園數目，而檢控數目290宗，所以定數目淨得3宗，而定罪淨得2宗。咁所以就係定罪嘅能力係比較難，檢控能力亦都比較難。咁我哋解決嘅問題即係提高個檢控，即係提或降低個檢控門檻，意思我可以能夠用檢控直接咁講佢咧，就唔會嘥咗時間。你嘥好多時間一對一答，即係一問一答咁樣，其實佢點答你都肯定答你唔知㗎。咁佢就係佢心諗。玩我咩？咁佢已經係佢你問下佢已經係咁樣諗啦，係咪？你啱啱就咁諗，即係佢話點知啊？但係我問下你錯，咁你係咁，咁所以咧就可以善用啲嘢，咁直接就係用一句嘢就 frame 咗就係我其實而家嗱，我明白你最尾就想打出嚟結論，咁其實可能用10、10零嘅已經可以打出嚟個結論會比較方便啦。咁然後到反方其實你都犯咗同一錯誤，就係你問佢即係嗱，我覺得公辯還公辯，大家可以用世界講嘅，即係可以冷靜啲嘅，即係我覺得，但係我唔知啊，即係有時有啲朋友就覺得咧，女仔應該叫壯人啲添咯。我冇呢啲咁嘅概念嘅，即係因為咁大個問題，你都可以試下就係、是，喂你問佢收邊條例啊？咁人答你第13章定係第几章？咁人答咗你，你就問佢咁即係收邊條例啊？咁你可以唔使咁講，即係咁你就直接講翻你要講嘅嘢就得㗎啦。其實咁變咗就又係唔使嘥好多時間同埋個俾人個觀感會舒服啲啦，即係唔使咁反覆㗎啦。咁變咗其實你就喺嗰個位執咗太耐嘅時候咧，到最尾上翻條。可能全職員而家都為驅趕，你講到驅趕嘅時候，然後咧就已經定咁，咁你就已經講唔到想講嘅嘢。咁如果你係浪費好多時間喺度，而引申到下一個問題就係關於你康文全職員而家可唔可以咧？你應該係想講逮捕啊，就係拘捕一啲犯罪分子或者一啲表即係啲制錯表者啦。咁樣其實咧，我如果我要即係我真係俾即係開始俾評判嗰個重點嘅信息，我覺得你係 3D 咧已經係擺曬。你今日有即係觸及到最大嘅矛盾同埋最大嘅問題，就係有主要有3個。第一個就係究竟警方能唔能夠日日內執即係入去公園裏面執法，包括呢個康文局職員有冇權去趕走人啦。第二樣嘢就係修例上嘅爭拗究竟係點樣修，同埋最尾嘅結論究竟係用邊一個，即係用啲乜嘢去控告啦。第三個就係同埋噪音明顯，包括埋分配機上嘅爭拗。咁先講就係第一樣嘢就係警員能否，即係警員能否入去一個公園裏面執法。其實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即係聽過前排嗰個話啲市民去天馬公園嗰度咧一個野餐。咁其實第二由市民講咗嗰晚開始咧，就康文署即刻封咗公園，話要話即係保養啲草。咁其實咧、那個跟住就等啲人咧就唔可以入去，就係犯叫做犯法啦。嗱，其
幾多問題咧？啲人同我照入去啦，點解可以入去咧？就因為照入去嘅時候咧，首先係看埋住職員自己行去處理先嘅。如果真係有爭執嘅話咧，先會報警處理，而唔會直接由差人去處理嘅。咁而同一時間，同埋第二個例子咧就係2014年、2015年、2016年嘅，即係所謂嚴打壓力嘅時候，就係食環署去先去處理啲小販，處理唔到咧，真係好難解決咧，先會報警嘅。咁所以並唔會存在一開始咧就由差人即刻入去。即係噪音，所以點解要有公園嗰個唔知乜乜條例，誒同埋噪音管制條例，就係、是、原因就係在於咁嘅，要有分工，即係政府有分工。咁所以我啱先個場面都同佢哋講，就係又要有分工，所以分工得好清晰。所以你問啲問題話，而家警員可有冇執法咧？我可以答你咧，理論上係唔應該咁快出動到你哋嘅。咁所以正方先至喺噪音管制條例度修訂啦，以至到咧差人可以入來執法，呢、這個就係佢哋本身修例，即係直接定出誒康文署咧唔使咁煩。攞啲有揾啲有槍嘅人去解決，最開心，即係最方便快捷最有效。呢個就係佢想講嘅，佢想問下你。咁所以咧，其實你問我嘅話咧，我就即係我覺得你哋係可能要聽先啦，同埋要諗清楚佢本身嘅心情、意向想做啲咩。你不斷咁問嘅話咧，問佢都係冇意思嘅。咁再講就係第一百，即係啱所講嘅香港法例第132章裏邊啦，你應該想講第84条喎，受聯公職人員在某些情況底下大過嘅權利咧。其實第一條嗰度已經講到明，獲主管。當局就此以書面授權的公職人員，可無需手令以將其合理懷疑犯了附表所列罪行的人逮捕。咁即係某程度上咧，應該要有一張紙由當局發出嘅時候咧，先可以拉到人，就並唔係好似你所講嘅，就任何時候都可以拉。我幫你理解應該係咁啊，即係我未必一定要係話最大嗰個處長嘅，可能要一啲高即係高層次嘅職員，因為有人犯罪而去issue嗰張紙出嚟先可以拉，即係應該係我唔肯定，因為我咧啱啱睇我咁我就知點解我點解唔解啦。咁所以呢個真係都係拗咗好耐，但係有必要有意義咧，其實就我覺得係無用。原因在於啲咩？就係、是、因為今日政方都承認咧，就係、是、檢控嘅時候有難度，執法人員執法亦都非常之有難度，所以佢提出咧就有分用分配機嘅嘢。咁亦都引申到下一個問題就係、是。他們今天修例就不斷是說要用分配機，其實用分配機做什麼，就是給一個客觀標準。剛剛那位朋友也跟政方說，就是說分配機其實有一個弊病，就在於如果沒有人投訴，即沒有人覺得那些是噪音，即是張敬軒唱歌唱100分配，但是你覺得他會聽不到噪音，但是他真的過了80分配，那是不是照顧他呢？其實你如果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我覺得就是分配機監察器已經照擺了，但係upon有人投訴嘅時候咧，差人可以翻查翻嗰條片，究竟有冇超出咗呢個限制嘅時候咧，先至再決定要檢控同埋要唔要控。咁就避免到咧今日所講即係嘅口紅，即係雞同鴨講嘅情況出現啦。咁而反方咧，基本上咧就係成場咧都冇，即係基本上冇乜點 tackle 嗰隻人要分配機呢樣嘢出講，就不斷話執法人員唔夠靚，執法人員唔去做好難咁。咁呢個問題其實佢哋就想，正正想佢哋承認有呢個問題，所以佢哋先要用分配機咧嚟解決。而你再問曬，喂咁但係分配機呢個咧好即係好多灰色地帶喎，因為咧要即係唔似得維係泊車啊、衝紅燈啊同埋快上啊呢啲即係快上機咧等等，因為佢哋係真係超咗速就超咗速啊。其實呢個問題係而家咧好多而家好多票控所謂即係記控語嘅形式咧，其實都係咧問你認唔認罪，你唔認罪都話你可以上庭辯解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方式都可以係咧個差行埋去票控去照你張傳票嚟先啦。咁而佢哋如果唔認罪嘅話咧就上庭，如果認罪就同埋交定額罰款咯，即係就係咁。其實嗰個方式係可以改。咁變咗呢個位咧，其實我對政方亦都冇乜點去回應你啦。咁所以都即係呢個都可以過。咁而最尾嘅嘢就係關於噪音嘅定義咧，就係、是、你話正方同埋反方今日質疑正方所講嘅噪音定義點解係80分貝等等咧，其實有三個刑罰。第一個就係話咧分貝機有灰色地帶，因為譬如話呢、這個大媽喺 A 位度唱歌，咁同埋 B 位度唱歌又有大媽去唱唔同歌啦，咁會有重疊嘅範圍。喂，咁你中間講嗰種定係好嘈噶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就係點解80分貝就等於噪音，同埋第三樣分貝機點解係重啦？咁我先講第三個，咁如果你話分配機點解長，我都想問你咁點解要化上嗰啲嘢，所以佢係一定有一個範圍喺度，亦都係俾你辯解，即係上庭辯解。所以點解要係你唔認罪，你可以上庭辯解，佢點就係在於呢個位。佢可以自己上到庭嘅時候，佢解釋佢哋合理，即係合理嘅，如果解釋好都係無罪釋放咁樣咯。第二個問題，你問80分配點解錯咧？咁我就會覺得係
其實而家咧家居裝修都有噪音嘅，譬如話你屋企瞓瞓下覺，樓上喺度轉嘅話，你可以投訴。咁如果你覺得攞分貝作一個準則，唔係一個客觀嘅準則，或者係好難定義嘅話，咁我會問嘅係，咁係咪應該有任何關於噪音管制嘅一啲法例？因為你冇一個客觀準則，你覺得冇一個叫客觀準則或者八十分貝調階嘅準則嘅時候，咁係咪應該存在呢啲問題？咁我哋處理咗問題時候，應該有用啲咩準則咧？即係我就會覺得好，我就好奇啦。咁你哋覺得應該有啲咩準則先要比較合理咧？咁係啦，同埋第三個就係分配機有咩咧？咁其實呢樣嘢都個規則就講翻第一件事，其實講到最尾，其實佢哋都可以順便變大嘅。咁即係我暫時諗到嘅第一個應用係咁咯，即係但係可能會有其他想法。如果陣間上台或者有討論。咁大概主要就係咁樣啦。咁仲有咧關於你哋嗰個罰則上面，即係反方質疑嘅正方嘅罰則，就係話，喂，而家即係最多罰2000蚊，但係啲官都只罰1200，咁你有咩理據可以罰到十倍咁多咧？其實個問題係在於啦，你講得啱嘅，香港係有分唔同級數，即係級別嘅罰款啦。咁第二、第三級、第二級就酒之食嗰啲嘢，可以罰都罰，可以罰成都罰2000至10000蚊。咁最高就罰走私毒品啊，就係周圍都要10多萬咁樣。咁你就覺得，喂，你冇理由嘈一嘈都要罰到好似走私毒品咁嚴重㗎？咁其實咧個問題咧並唔係在於我聽落去究竟有幾嚴重咁簡單嘅。更加深咧，其實佢哋考慮嘅時候咧，有一樣嘢就係考慮緊佢哋賺，即係從中呢個非法嘅行為可以賺到幾多錢。即係固然如果超速啲超速梗係冇錢賺，但係咁啊，咁本身已經好多都係加罰款嘅。但係如果咧係有錢賺有利可圖嘅話，佢哋先會係一個有 range 嘅，即係譬如話1000蚊至10000蚊不等。咁所以如果嗰個行業可以賺到好多錢，佢自然個罰則就會相對大。譬如話洗一次可以洗到好多錢，佢可能充公債收錢咁樣。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大媽嘅行業係可以一好似聽聞話一個月可以賺20多萬至40多萬啫。咁所以你理論上個罰則可以提高嘅話，都應該合理嘅。即係收費上面如果要提高嘅都係合理。咁至於你問我點解啲官而家咧2000蚊可以判2000蚊，但唔判2000蚊咧，就在於咧，因為佢啲裁判官係如果佢判得太高嘅，佢會驚。PR 對於佢哋即係由站位法官變化咁，或者佢升級嘅話係有難度，所以都未必會即係咁錯定咁扯啦，即係咁釘咁死判最高刑罰。咁所以，但係呢樣嘢都唔係話啲咩特別重要嘅位，但係即係你都可以計下數俾佢聽。咁你覺得應該罰幾多先合理咧？咁佢哋都會比較易清晰易明啲。咁呢啲就係少少嘅資訊俾你，咁希望開播對你有進步。亦都係啦，頭先兩位評判已經講得非常之好，所以我好快就講完。正方咧，我認為佢哋今日嘅嗰個取態咧，就係好嚴苛嘅，基本上，即係佢哋就係有機嘅狀，跟住測量唔到，咁你一過時啦，過咗分配啦，佢就罰你，即係罰到好勁咁樣。咁所以個阻嚇力一定好有啦，咁所以咧就一定係好能夠令到呢個噪音嘅問題下降。咁呢個就係佢哋嗰個好積極進取嘅取態啦。咁而反方咧，今日咧基本上我係聽唔到一個好確切嘅方案，係同呢個嘅佢哋呢個嘅方案嚟去做比較。咁所以究竟你喺討論最有效規管嘅方法嘅時候，如果你冇多於一個方案嚟去俾我做比較嘅話咧，其實有啲困難去做判斷，究竟係咪最有效？而更加重要就係咧。你自己冇方案，而你又將個問題歸咎於佢哋冇決心，因為你話之前佢哋其實都做到噶嘛，只要你做嗰啲聯合嘅嗰啲嘅首個行動，咁嗰個投訴數字就會大大下降啦。即係喺嗰啲海心公園啊、土瓜灣公園啊咁嗰啲，咁你個方案係咪就係有決心啲咁樣咧？咁定還是以往的問題，其實就是在於因為你沒有一條很穩固的條例，所以我們就很取決於，即是那個規管的成效就很取決於你有沒有決心。那我們真正要去解決一個沒有決心的問題，其實是不是就是給一個恆常的穩固的規例呢？那是不是修例擺條例可以解決到你們那個所謂沒有決心的問題呢？那我覺得這個是反方的其中一個要求。
咁另外我亦都好同意頭先評判所講咧，即係你喺公辯嘅環節咧，就真係不宜太長，同埋你嘅語氣，你哋嘅語氣又好積極進取啊。咁同埋你哋會互相影響，即係我留意到咧，俾你搶嗰個同學仔，佢又會錯嘅喎。咁跟住佢又錯翻你頭，咁成場又都有火藥嘅。咁其實就冇需要咁樣嘅，大家都係討論埋噪音嘅。咁但係你去最終又搞到好似鬧交咁樣，又唔同啦。同埋咧，最慘嘅一樣嘢就係你不斷問人哋嗰條條例啦。咁但係最終你成個公辯環節，你都唔能夠完整咁樣講嗰啲條例。咁其實就好諷刺嘅成件事，因為你不斷問人逐條條例嘛，但係你最尾你都講唔到條例出嚟。咁其實咁。即係對於你嗰個內容上嘅分數，其實都冇幫助嘅。另外就我覺得咧，今日嘅討論亦都太過集中喺嗰部神奇嘅分配機制，因為呢個神奇分配機其實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嚟啫嘛。即係對方真正嘅嗰個方案，其實係要加強嘅嗰個嘅罰則啦，同埋係可以即時票控啦。咁所以就唔使搞咁多上庭嘅嗰啲嘢。咁嗰部機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咁所以究竟我哋真係值得雙方集中討論咁耐，究竟嗰部機測唔測到啊嗰樣嘢啊咁樣咧？咁即係好似頭先評判咁講，咁你影快相嗰啲機都係一樣嘅啫，咁你都唔會太過質疑佢。咁所以就係咯，不值得大家去集中討論太耐。另外就係、是、因為呢場比賽有好多數字嘅。大家講嗰啲數字嘅時候好快速啦，咁我哋又即係好難作得清楚。而更加重要就係咧，如果冇聽錯嘅話，你哋係經常會講錯啲數字添㗎。即係你哋辯員之間都會講有啲有出入嘅數字。咁所以你本身又講得快，數字又多，仲要你哋自己又有出入咧，咁其實就好辛苦啦。我哋要聽啦。另外就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是對於嗰個嘅罰則嘅嗰個合理嘅嗰個嘅判斷，因為頭先我都好似我想講啦，正當嘅嗰個嘅取態就係我哋超罰到超重，咁自然就會有效噶啦。咁如果你要質疑佢究竟呢個嘅罰則超重究竟合唔合理咧，好似頭先評判咁講，你可能揾其他嘢做比較咯。更加重要就係咧，你要揾翻究竟我哋喺法例上面，我哋去訂立一啲法例嘅時候，去訂立一個罰則嘅時候嗰個標準，唔係你哋自己嘅標準喎，係可能係立法會佢哋本身一慣常係用翻乜嘢標準嚟去決定究竟我哋訂立一條條例嘅時候，佢個罰則要去到幾高咧？咁可能評判律師講話如果係涉及收受利益嘅，可能就會高啲嘅。咁所以你哋話佢唔合理嘅時候，你哋要同時間要講得出乜嘢合理？咁我諗呢一個係好重要。